我也记得你以前我要当主持人的时候，你有教过我。我说伟珍哥，万一我很紧张，想不出下一题怎么办？就因为你有康永在，所以你不要怕嘛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康永在啊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、哦。不会啦，你越来越好了，但你还有很多进步空间。有机会，我就好好去演个喜剧。你真的是很棒的演员。那你为什么不为我写一个剧本找我演呢？你太麻烦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